虔诚佛号声加上恭敬跪拜，慈济美国总会园区举办朝山活动，众人为最近在美西发生的林火灾情祈福。我已经有四五个月没有跪拜了，因为这个受伤的原因嘛。也今天很喜悦，而且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也跪拜了，很成功。我是觉得信念是最重要的。慈济仁医会医师邓伯仁虽然身体微恙，还是全程参与。这一次大概朝到一半的时候，就流了一大堆汗啊，也不晓得是流汗水还是流鼻水啊，又有点小感冒。不过总是把它完成了啦哈，完成之后就心情还是很平定哈，也好像出了汗以后身体就比较好过一点点。来自北岭的严嘉丽第一次参与慈济的朝山，心境在跪拜间逐渐从澎湃转为平静。在朝的过程中，我的内心刚开始有点小小的激动，到后来进入佛堂之后就感觉很平静，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和那种力量在体内升起。鞠躬朝山的步伐踏实，心念虔诚，身口意合一，广播爱的种子，为有需要的人植福田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陈秀美、陈修文、贺光博，美国报道。